台南都会区北外环第三期新建工程，在市府不断向中央的争取下，终于开工。九月三十举行动土典礼，完成了后，不但会当有效疏解台南科学园区对外交通塞车的情形，也会当作为台南科技工业区甲永康创意园区等沿线工业区新工业的运输走廊。低产开地平安，根深蒂固。第二产，动土顺利，奠基树德。第三产，工程圆满，吉祥如意。内政部长徐国勇认为，交通就是一切建设的基础，对生活圈、城市、区域整体发展拢相当的重要。中央会配合地方来将这条北外环道路尽速完成。当然，即摆一期完成啊，三期即摆动工，啊，看到二期甲四期真紧，也要做。啊，这要做啊，贵个啊！哦，咱这执政团队实在无简单，有够认真嘞。所以啊，包括咱过来二期、四期啊，伊个规划后来发包等等啊，咱让这个团队哦继续来甲完成哦，这是上重要的。啊，所以咧，正借这机会来甲大家报告，安尼好，好唔好？好，让这个团队继续来完成安尼，好，这足重要的。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第三期李市长认为北外环道路完工了后有伊重要意义，因为北外环道路是快速道路，无车顶造成车辆行行停停，减少空气的污染甲能源的消磨。我想这个快速道路，伊、這个真正是咱期待足久，尤其是原来合并进程台南市迄阵啊干部局。就甲台南关干务处大家共同规划吼，因为这个也是接近，也是可以说是跨县市，吼跨台南县，当时的台南县跟台南市，吼大家合作一起来规划。那县市合并后，哦，在赖市长，啊这个赖院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就积极的让他来，啊积极的跟营建署、跟内政部来争取，哦那么也逐段的得到核定，啊包括钢筋的用地征收，都是计划变更。好、哦、啊，然后营建署这边着手来设计啊，特别当时吴瑞安吴处长嘛，伫阮咱台南市服务过吼，啊，所以对台南诶这个工程非常的熟悉。好、哦，那逐段的哦，终于看到开始进场施工，逐段的来实现，大概说期待，大概说迄个五芒哦，能够早日的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快速道路哈。近年来，市府推动十大基建计划，便捷大台南，三环三纵道路的交通路网已经有相当的成效。未来市府设计中的第二期新建工程，甲规划中的第四期新建工程，将会连接北区大港观海桥，到时将会有效串联台南地区的交通运输、商业发展甲观光景点的重要廊道。